哇，我觉得这首歌跟我们的可爱的西域弹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富有歌唱性，而且听完之后觉得很开心。所以是想要听我再唱一次吗？没有，不过我觉得可以听我唱。有一首跟这个也有点像，就是 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？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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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我知道啊，就前次很红那个电影啊，那个《冰雪奇缘》。对，而且这首就是安娜小时候唱。安娜是很可爱，没错啦。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她可爱的奥萨姐姐。我觉得可爱，还有点妖媚。对，那你知道妖萨？难道你不这么认同吗？就是身为姐姐，你知道我是姐姐啊，我在我们家姐姐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可爱就可以了，妖媚就还好。那是因为在你身上看不到吧？好，等一下，先撇开这个不谈。你既然那么喜欢妖萨，那你知道妖萨的名曲是什么？拜托，身为姐姐的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姐姐的名曲？阿姆就吼一气。要这么说也是没有错啦。可是你知道我们今天走的是国际风嘛？看那么多国家，然后这个是国际的舞台啊，当然用国际的通用语言英文。English 呢 ？Yes, English. English， 你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会刚出来，就是让我很伤心吗？所以我英文不是很好。然后所以呢？所以还是说我怕大家就是太无聊了，怕你突然口拙是吗？对啦，口拙，按个口一题而已。我们就还是请台下的观众来帮我回答。好，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找到一个 English 很好的人。English 很好的人是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主持的时候都是喜欢到台下，我也很困扰，你知道吗？你很困扰，我会觉得很困扰哎。对啊，你看这里人山人海的，我都不知道选谁了。小心不要跌倒啊！哈。OK， 我看到哇，这位同学，我看你很想讲。摸过去他的手是吗？我怕你不听不懂台语，你知道吼一题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。什么是随他去还是 let go？ 这两个不同的答案哦。随他去。随他去了。那有没有还有别人知道？那个，我失败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暨大学生再一次是不是？我更觉得暨大学生的音那个台语好像不是很好。可是你不是暨大的吗？就是可能，就是。好，你赶快让他回答，他不是有第二次机会吗？对，你可能台语不好，但没关系，你可以打英文的，侯一 T 的英文，好吗？侯一 T 的英文是什么？对，好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哦。Let it go。对啦，就是侯一 T Let it go 啦，对不？好好跟他学学，有没有？懂吗？好好跟他学学。好，我们就不啰嗦了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欢迎我们俊彦带来的这首《Let It Go》。
Thank you.